可以哈，那我就开始游戏咯。简单、普通、困难，三种模式。那我知道呢，大家都喜欢看实况主被虐嘛，所以呢，你们一定很希望我玩困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不要辜负你们的期待，我就玩困难吧。好，我们进去咯。哦，很漂亮。这是什么树妖吗？现在在进行什么奇怪的仪式？哎，对，我知道大家喜欢看。所以我们就玩困难的。嗨，哦，嗨，又一个守夜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只要守夜人都会回来完成试炼，设法结束仪式。你是谁？我的名字已被淹没在历史之中，不具任何意义。你必须聚焦在试炼之上。现在前进，专注于完成试炼。愿你凝视背后的剧烈光芒。背后的剧烈光芒在哪？这个吗？岸上，岸上，有岸上。哦，所以他只是在教我基础操作而已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哦，真是的，浪费我的时间。Hello， 这是可以打的吗？哇，好痛哦！所以我要跳过去吗？喂，哦，在教我跳就是了。哦，好，哦，互动互动，哦，原来按个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哦。看得出来我很新嘛，就是新手嘛，第一次玩嘛。猫头鹰雕像可以进行储存、读取和传送，与雕像互动会自动存档，存档只显示在读取游戏的第一栏位。死亡会议哦，所以我们要好，就是多存档的意思。嗯 ，you。后跳哦，所以我这要用滚的，嘿，哦，滚过去了 ，OK，Hello， 这有个骨头，没有东西可以捡，哦，这里有老鼠，好，这样子吗？好，可以，这很洛克人，哦，所以现在都还在新手教学，就是好。爬上去，哦，这里有死人骨头，哦，好，然后这边褪黑激素，褪黑激素，啊，攻击力还会减半哦，好，哎呀，人家还在新手教学，你过来干嘛？这是什么血瓶？好。所以我在打的这些是什么？这是老鼠的一种吗？哦，升级了。哈、哦，可在选单中进行加点。哦，有四种武器跟一种通用技能。武器有双刀跟弓箭，我想要玩这两个。我不要斧头跟剑，太普通了。双刀比较帅啊。是走这里吗？应该不会突然摔死吧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好像有一个很胖的东西。不是吧？
哇哦！哇哇哇哦！这个补血是这一颗吗？哦，这一颗好。那、啊、他人呢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！哼，哼，哼，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要打这种东西？臭死了，臭死了！喂、哎哎，啊！太快了吧！哎，等一下！哎哎，我不是按闪了吗？等一下哦！哎，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是不是不太适合我玩呢？哎哎，刚才那个东西是新手教学应该要出现的东西吗？还是我应该在这边打老鼠，然后升到100等，然后再下去跟他们打？是不是应该这样的？还是我走错路了？就像新手村一出来就遇到 BOSS 这样的。三国无双就是你才刚玩，然后第二关就是吕布虎牢关这样的。好，我决定了。喂，好，趁现在打两下我们就逃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忘了滚，忘了滚。臭臭臭臭臭！嘿，喂！哎呀！喂！喂！有有有有！可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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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喂，嘿，不贪刀。嗨嗨。哎呀哎呀呀！时间算错。嘿。我们只要离他远一点，他就会用那个冲刺攻击，然后等他冲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滚过去，然后这边砍四刀，然后再退到最后面，再等他冲过来，等他冲过来，然后再滚到他后面，再砍四刀，我然后在这边，啊，我已经抓到他的那个弱点了，嘿。哇，木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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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砍四刀好像有点危险，我们砍三刀就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喂，跳起来就不会被震到。来来来。喂，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嘿，耶、yeah ，哦，可以嘛，不难嘛，不难嘛，可以啦，就长得大只一点而已嘛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调查，长按哦，等一下，跳跃中向前哦。哦，守夜人啊，你比我们想象中更坚强。你们把问题留在口中吧，守夜人。即便是不断缠捆的丝线，也会有一个绳结。
讲的好像是我的耳机线一样。想结束这场噩梦，必须完成试炼。想完成试炼，试炼的终结就在不远处等待。击败守夜人，穿过那扇无人曾通过的王者之门。记得凝视光芒，它将照亮你的方向。哈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看那个新手教学，他会教我怎么玩，应该吧？黄金剑。好，我们来给他指引方向。先蹲下，再往斜下。哦，楼梯还要先蹲下。好。哦，记录。我应该有储存吧？哦哦，原来刚才我都没有储存到啊！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打开侧边选单后，哦，可以选快捷道具。好，我这个好。对不起哦，让我熟悉一下这个东西吗？哦，血瓶应该有吗？飞刀、猫头鹰羽毛，哦，传回，哦，这应该没什么，应该不会用到吧？那我们就先放这个在这里。飞刀，非常痛苦的治疗，好，所以我刚才已经治疗好多次了。哎，飞刀怎么用啊？喂喂喂喂！哎呦！痛哎！嗨！飞刀我要怎么射出去啊？嗨，嗨，我这也好高啊！哎，哇！我以为我会摔死，哇，还好。刚好是，哎，这里有史莱姆。史莱姆婆好打的样子。哎呀，多摊一刀就被打晕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嘛。好，哎，为什么啦？我想回避一下，结果就直接摔下去了。所以回避还是要看那个场地的。天哪，这要在同一个地方死很多次才有办法往前进一点点的感觉。我好想对他射飞刀，我怎么使用啊？哎，怎么使？哦哦哦，按这个就可以。哦，好。我只是想试一下。好，夜深，我需要找存档点。我有需要上来吗？哦，好像有，我要来看一下。跳跃后可攀墙或平台。好，好啦，这样子。喂，哎呀！有人躲在这里的。啊！这游戏真是动不动就死了呢。哦，太好了，升级了，好需要升级哦。好，你现在才教我这个，
欸，上面有人，嗨！站住！现在不允许外人进入。啊，是你啊！那态度转变好快啊！啊，好久不见，你变得真多呢。我觉得你也变得很快。守夜人的训练看起来挺严酷的。我收到黛西写的信才回来没噎的。不过这个时地点不太好，外头不平静。坦嘉林还逢人就嚷嚷布鲁纳失踪。谭嘉玲疯疯癫癫的，你相信他？照他的说法，布鲁纳已经失踪18次了。你别这样，这次布鲁纳的确不见踪影好一段时间。好了，快回去见黛西吧，你们姐妹也好久没见了。好，黛西，唐老鸭的女朋友嘛。谁啊？谁在哭？我的孩子，布鲁纳，布鲁纳不见了！队长，我要见队长。我四处找，只看到瀑布附近的血迹。哦，微光啊！看来真的是疯疯癫癫的。你冷静一点啊，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布鲁娜不见了。布鲁娜又不见了，该不会是那个怪物干的吧？不会吧？队长封闭出入口之后，连条狗都进不来。那个怪物当然也是吧。那会不会是格兰呀？你还记得去年吗？也差不多在无光日时。住口！住口！喂，哎，这边好适合那个《甄嬛传》之类的那个。住口！不许你这样说我虔诚的布鲁纳，都是格兰那可恨的异教徒。够了，你对格兰的偏见太严重了，那些闲言闲语可以停止了。就算格兰是卫兵，也不可能在封村之后带走布鲁纳，他一定还在镇上。我会替你多注意布鲁纳。那我够了吧，快回家去，以免布鲁纳回家你们反而错过了。宝贝，你到底在哪？对，我应该回家，万一布鲁纳回家怎么办？对，我要回家，回家。好，快点回去。嗨，副队长，你回来时机真糟糕，现在大家乱成一团。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？就是杀怪物吧。嗯，你似乎不太一样了，守夜人训练这些年让你变了。如果想帮忙的话，就想想办法除掉外面那只巨兽吧。那只巨兽是刚刚我遇到那个吗？哦，对，哦，我已经解决掉了，就你一个人，我们出了好几支小队。嘿嘿，对，我没有必要说谎，但也没必要对你的质疑负责。下次玩那个狼人杀的时候，有人怀疑我，我就要讲这句话。我没必要说谎，但也没必要对你的质疑负责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据点了。虽然你一回来就带给我好消息，不过我想收回刚刚说的话，看起来你没有什么改变。我得去召回派出的小队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替我向队长转达这个消息吧。他在哨所等着我回报，从旁边的楼梯上去就会看到他。好。嗨，这里吗？嗨，杰诺米，没有队长同意说我不能让你进去。哎，哦，所以我只要往这边上去就好了。队长因为镇外有怪物乱跑，所以封闭镇上对外出入口，但这种管制只针对人类，怪物才不理你了。而且说不定布鲁纳就是被怪物抓走了。据说布鲁纳在镇上失踪，还有些人说跟格兰有关。虽然有坦嘉林这种母亲的话，我也会逃家了。但布鲁纳这种事，我觉得不太单纯。好，毕竟没人看到他跟格兰一起离开，我不觉得他的失踪跟我兄弟有关了。好，嗨，就是你吧，卡尔队长。女神在上，是你，几年没见了，是为了无光日回来的吗？为什么我突然变成女神了？副队长要我转达，城门外的巨兽已经被消灭了。天哪，这真是近日来唯一的好消息。我想是你办到的吧？要是我底下那些人有你一半强悍，或许早就找到布鲁纳了。我也听说了这件事情，你的推论是什么？虽然目前看起来是格兰带着他逃离偏执的母亲，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，跟教授之前提及的怪物有关。老实说，我这次回来也是为了这个。黛西写信给我，大家似乎对不断出现的怪物，恐怖怪物很惊慌。
而且，没错，而且坦加林坚称他在瀑布附近看到血迹，怕是跟布鲁纳有关。让人头痛的是，在我调查怪物出没的线索后，发现瀑布附近的确是最可疑的地方之一，但我实在不希望这两件事情有所关联啊。交给我处理吧，都让黛西写信要求回来，情况想必很严重。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，对，这个给你吧，这是我们之前为了击败城门巨兽所打造的武器，既然你达到了它，我想你最有资格拥有。给我什么啊？给我那个，有没有弓还是小刀？是什么？我刚吃到什么？我刚刚是吃到东西还是不小心补了血？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啊，浪费在这种地方。哎、欸，有武器店，太好了！我要买弓，请给我弓。哎、欸，我要买弓，铁剑啊，弓呢？哎，这不用钱吗？哦，还是这是我现在身上有的东西啊？哦，这是我现在身上有的东西啊？不是啊，你不是武器店吗？怎么只是一个仓库而已？我现在不需要仓库，我要买武器。哦，赶快储存。嗨，是跟你买武器吗？挑到失败品会算你便宜一点，交易。哦，有弓了，太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对哦，你看他弓，可是他旁边剑有20，哇，所以他的弓不是无限发射的，哇，那一开始玩弓好像有点那个伤钱呐、啊。虽然是很想玩弓啦，可是那个剑好像很贵呢。好，不然我们就先买一个来玩看看好了。我要买，然后呢，其他的钱我们就拿来买这个毒剑哦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吧。镶嵌是怎样？哦，要也有宝石吗？好，这是怎样？哦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怎么对他射飞刀啊？好浪费哦！天哪，可以还给我吗？奇怪了，是我还没学到吗？因为我在调整按钮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重攻击的选项。对不起啦，我刚不小心射出飞刀了，应该还插在上面，让我拔下来好不好？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不小心就把飞刀射出去了。斯利安，奇怪，黛西不在吗？是你？你是为了无光日回来的吗？还是黛西生日？虽然是同一天，黛西写信要我回来的。既然你回来，那帮我把蛋糕拿给他吧。我不介意你先尝一点哦。你做的蛋糕，黛西应该会很开心的。是啊。我可以想象他看到你又看到蛋糕会有多开心，快回家给他一个惊喜吧。那我回店里啊，有空来喝一杯。家，哦，黛西来了，没什么比无光日更重要的，不过要准备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如果姐姐在就好了。哈哈，我在说什么？姐姐应该在某个地方进行守夜人任务吧？或许姐姐今年会回来呢，或许好几年没一起过生日，她会想回来。而且今年我终于16岁了呢，应该有一点特别吧？16岁也可以考驾照了吗？嗯，再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啊，应该去准备一些姐姐喜欢吃的东西，但要准备我的特调饮料。哦，嗯，有人敲门。黛西，你在家吗？我回来了。斯利安竟然做蛋糕，那个斯利安，哎，黛西出门了吗？哎，我一直往右边走，应该没有错吧？嗨，物资仓库。嗨，哎呀，哎哎哎哎哎，
我是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，你离那么近，在都城里小有名气，还被皇帝赐名射博卫生。哈哈哈哈哈！卫生纸先生。不过我最擅长的是，我最擅长的是解密与探查追踪，这也是我出现在这里的理由。好，不过这次的任务让人很伤脑筋。我从来没想过皇帝对异教徒的事情会有兴趣，而且还是那一票祭司在发昏嗑药的状况下翻译的古预言，到哪里去找证据呢？上一次那些混蛋都在。在都城里动动嘴巴，我前线的弟兄们却得付出生命，所以我这次坚持一个人来，绝不能再连累弟兄。好，这里只有一个卫生纸先生。好，我讲那么多话了，我不会等下讲那么多话，然后一出去然后就死掉。算了，死掉我回来我也不讲话了，能不能先给我一个存档点？我不想再讲，等下讲那么多话，有没有存档点？哎呦，这个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看到有小偷，是个女人，她跟着她，我跟着她，跟着她，她跟着教授干嘛？她，我的头好痛，我也痛，我需要那个药，那个女人，哇！好可怕的发言哦！你可以帮我拿药吗？我需要圣木的药。哈，圣木的药在哪？我要先找记录点啊！嗨，哦，有，耶！等一下，我又没按到记录。好，先记录。农村？我怎么又到农村来了？嗨。布鲁纳失踪，弄大家都好紧张，而且这几天连格兰都不见踪影，会小情侣私奔啊？从小他们就玩在一起，我都没注意到有这层关系。这又不是在古德克部下，光是私奔就会引发战争。私奔让我想到那个女神战记一代的那个感觉。不过坦加林，比引发战役的那个母亲更可怕。我只是稍稍提到格兰事，你就被轰出他家门了。哇，看来是个评价很不好的妈妈呢。我以前就觉得布鲁娜眼里只有女神，就跟坦加林一样，对小情小爱毫无兴趣。直到有一次我在卫兵所刚好看见布鲁娜跟格兰说话的样子。你应该不会跟坦加林说我告诉你这些吧？他会气疯的。天哪，我真是大嘴巴，真的。这边过来都没有东西。瀑布。哦，好，瀑布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来走。哦，终于可以打怪了。嘿。对哦，我应该。换武器。为什么不能换？我要先装备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又把飞刀给射出去了，这飞刀糟糕。装备，赶快装备个这个剑。怎么好像没有写说扣多少箭矢的样子啊？感谢那个哈利哈，等一下，感谢斗内，等一下，这个用弓好像不好打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选错武器了？好。哎呀，飞刀，我的飞刀都是你啊，可恶。哎呀，哇哦，哇，差点摔死。
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弓了吧？哎、欸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嘿，哎、欸，来呀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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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哦，你就是卑鄙的弓箭手，嘿、欸，哎、欸，哼。我们可以轻松过关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要花。哎呀！哇哇哇哇哇！哎哎，谁准你这样子滚的？喂，你会滚，我也会滚。喂，喂。哦，好。哦，好，我果然比较适合玩这个职业。哇，早知道会升级，我就不要补血了。这个东西，我跳，我应该不会为了搬这个树枝然后摔死吧？它可以助跑之类的吗？喂，啊，好吧，算了。哎哎，哇，哦哇哦！哇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的弓不是这样子用的，我的弓不是这样子用的。好好，等一下，让我换个剑。啊！武器不对了，武器不对了。喂！哎呀！哇哇哇！哎呀！哎呀！不是吧？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拿剑好。嘿，嘿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嘿，嘿，打不到，嘿。